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第六回的迪士尼娃娃屋，它的杂志在这里。这次要做的也很简单，就是继续贴贴纸，贴米奇房间的壁纸。它的材料在这里，又变得更小和更简单了。这次还有水附赠仙杜瑞拉那个灰姑娘的粉红色那一件礼服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吧。我们第六期的材料全部都在这边哦。这次变得更简单了，只有一面墙跟一张贴纸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把它贴起来。把多余的部分切掉，那我们的第六回就算全部完成了。我们整个月都这样子一直贴这个贴纸吧，比玄关还要贵这个墙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是杜瑞拉的衣服，完成度算很高，做得非常漂亮。后面是像这样子的，所以如果刚好有这种大小的娃娃的话，应该可以穿得下。我们就这样把它从后面，我的东西就只有这些。等到上次都要说什么东西，希望他第七期可以给多一点啊，不然真的只有贴贴纸真的120回以内可以完成吗？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